麻辣酸甜那个味道你放眼全国你都吃不到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告诉你啊，去了西双版纳之后一定得来普洱，普洱的美食哇那才叫霸道。他们那个烧烤啊特别的注重食材的本味，经过我这几天大量的摸排给你们搞了几家啊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这儿好吃的基本上就在这个思茅老街这附近，主要是没有商业化，餐饮都是本地人在做。四个人拍个抖音记录一下啊。来，这个黄喉来一份，呛毛肚要两份，还有呛的还有一些什么青管啊，来一个青管吧，呛的青管啊。豆腐要不要？豆腐要，牛肉一份，五花肉，炸个土豆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先搞两个调料啊。他这个辣椒面是自己弄的，然后再是那个蘸豆腐的啊，腐乳调料。辣椒面，再来一点折耳根。他这个折耳根和凉虾不要钱，哈哈。普洱的烧烤加炒菜啊，先来的烧烤，猪头肉、五花肉、黄喉、头头，先吃黄喉，看起好喉，对不对？先来个原味。对，我觉得它是那种很厚实的脆。哇，这样吃起来看起来都很爽了噻，是不是？哇，它有黄喉那个头头那油，特别厚。我们平时吃黄喉很薄噻，它的烧烤哈浓郁的汉口味，没得过多的调料，而且它的海鲜味哈是它国货的，比较那种鸡肉味吃出来。来，红嘴，红嘴直接来。哇，它的大海椒啊，哇，这红嘴是不是好糯？香山了，大海椒。我这样跟你讲，整个云南省的烧烤放眼全国，它就像高山一样的存在。来，五花给你扛好。哇，五花肉肥嫩多汁，哇，火候那个口感那个味道，哇，关键是你晓得那个肉，它那种哇肉感特别强。它的肥肉全部是糯的，牛肉先蒸个原味吧。它的牛肉是经过腌制的哈，它吃起来特别嫩，还是入嘴的那一口檀香味。哇，我一看你给我看那个爆香豆腐爆浆出来了，哦，快点来，放那个专门蘸豆腐的蘸水里头，搁一下。哇，那个爆浆豆腐里头全部是姜汁，好重。星期吃不到烫豆腐，哈哈哈。还有个蘸水，加上那个折耳根，哇，真的，哇，哇，那个折耳根加那个豆腐，吃起来好棒，哇，哇，腰片，腰片还不行。还要准备处理，所以说很重的料骚味，它不像我们那样让东西泡得好，而且说是好好。垃圾桶，我好想打碗饭了，我问他有没有米饭了。我刚刚帮你问了。有啊，打碗米饭。卖炒菜怎么说？如果看爆浆的，那个叫爆浆豆腐。陈毛肚还没来，先把米饭打来冷起。哇，他就直接干饭，这样，嚯，来了，毛了，直接放这里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来了哦，真了，油腔毛肚，哎呀，我讲，今儿主角终于登场了，刚刚你们前头看的都是配角哈，看都是新鲜毛肚，又来一份，两份，拿起来，那份你吃，我吃一份，来来来，普洱毛肚盖饭，哎呀，哇，浓郁的酱香味，哇，脆嫩滑爽。它是麻辣当中带一丝丝的回甜，那个毛肚它的感觉了，特别是个带根子。
不必点，腰子都不点了。拜拜拜拜。